十日开始，密一点。十比较重，比较密。这可能要写斜一点，斜一点是因为中间要有个点。这一点其实有人不写啊，也是可以不写。是撇短捺长，文就写小。当然这可以捺，也可以点哦。那如果要捺，就不要跟上面一样长。字上宽下窄，上面是宽的，下面是窄的。奶可以来一个重的哦，因为刚才都一直好轻，虽然有大小，但是重量感不足。福是左右的，一可以写小啊，等下个上跟一很像。所以大小要稍微分一下，不然会太雷同。一，一上，上宽，中间窄又扁，下面慢慢又伸开。